PAC 旗下的 Alcor 公司是行业公认的航空燃料油热氧化安定性测试仪 DevTest 的领先供应商。自1972年以来，我们一直致力于 DevTest 分析仪的研究和制造。现在 DevTest 已经发展成为行业中最具领先技术的分析仪器，安全性更高，更易于操作。历经了六代的不断革新 ，DevTest 演变成今天的最新型产品 ，DevTest 230 Mark 4。DevTest 4树立了航空燃料油热氧化安定性测试的新标杆，进一步强化了安全性，简化了操作步骤，体积更小，更有效地利用实验室空间。全自动化操作设计极大地提高了实验室的工作效率。在高度安全、完美自动化操作基础上 ，DevTest 4完全符合 ASTM D3241、IP323 及 ISO 6249测试标准。目前在操作安全性方面 ，DevTest 4已经成为行业中最具领先的产品。DevTest 4特殊的进样及废液接收方式极大程度地减少了样品暴露风险，通过特殊工艺设计使得样品瓶更加坚固，即使跌落在地上也不会被损坏。测试区滑动防护安全门设计避免了操作人员与高温测试单元的接触，分析测试必须在安全门正确关闭时才能启动。另外，在每次测试分析结束后自动进行冲洗吹扫，将测试区废液排空，从而确保了测试区和仪器前面的干燥。过去燃料分析非常耗时，要求用户手动完成所有关键步骤， DevTest 4实现了所有关键步骤的自动化操作，从而使得操作更为方便。 DevTest 4的使用非常容易，即使新的操作人员也无需复杂的培训。 DevTest 4最具特色的特点之一是已经极大地减少了样品准备的时间。此外，我们还配套提供了旋转螺钉来固定六角螺丝，使用者无需准备特殊的工具。样品瓶和废液瓶的安装也非常简便，此前耗时的手工操作步骤现在已经完全实现自动化，例如泵的启动过程、分析开始和结束时样品流量的测试、样品爆气，样品准备好后只需按启动键即开始测试。DevTest 4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操作人员的工作效率，节省 80% 的时间。使用新型 DevTest 4， 操作人员仅需10分钟即可完成样品准备并开始测试，而其他产品的样品准备时间约需45到50分钟。DevTest 4每次测试过程至少节省30分钟，使得操作人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其他的工作。如果按每天做三个样品测试计算，每天就能节省两小时，每周节省14小时，每年就可节省91个工作日。这意味着 DevTest 4可提高实验室效率高达 25%。 DevTest 4是应客户的需求而设计，使用更安全，操作更简单，极大地提高了实验室工作效率。操作更安全，更简单，效率更高，结果更准确可信，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更多 DevTest 4信息，请浏览网站 www.cn.paclp.com 或联系 PAC 中国公司。